问天能降服太古妖剑吗？问天参悟九原符诀的时间太短，功法还没有完全能够融合，接下来这一切还是要看造化呀。剑虽成妖，亦是兵器，为人所知方有用武之地，却为何不愿为人相服？这天地之间的缝隙如此狭小，偏偏将我困在此处。天地敢困我，我就沿着天地也逼。在我手中，你再也伤不了任何一条无辜的性命。我必会是最后一个拔剑者。太古血脉之人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在等我？我在等可知我斩天之人。妖剑，你可知因为你山河毁灭，你为祸人间，今日我便将你降服，阻止你为祸苍生。你所谓的天地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粒子空间狭小低矮。我来自三十三仙域上界天太古仙域，你跟我一样来自太古仙域，那里才是真正强者的世界。屠戮弱者，又怎可成为强者？今天我就将你彻底降服。小混蛋，你怎么来了？去，快去救姐姐！姐姐被他们抓起来了。青春怎么了？姐姐被关在大宫殿，他们知道了姐姐的真实身份。你说清楚。他们要利用姐姐帮那个老不死的拔着妖剑。既然入我一时之界，若不能降服我，你就永远在这儿迷失，现实中的你终会化为白骨。你一定要冲破这一时之界，降服妖剑。倾城，你等我。小混蛋，你快去找暗夜妖皇救倾城，等我拔出妖剑就去救他。齐奋天，那你小心啊，我和姐姐都相信你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秦家军已闯入宫中。皇叔，别来无恙。无为，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这步。你谋权篡位，陷害父皇，现在
是我替天行道的时候。你要聪明的话，就停止抵抗，投降吧。无为呀，无为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以为你让秦家军占据皇城，朕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朕已经派人在皇城布满了神文阵，这神文阵的作用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整个皇城瞬间灰飞烟灭。只要朕的朕心破碎，整个皇城就会砰。你和你的秦家军都得死。二弟，你怎么样？大哥，我的腿。咱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二弟，放心，大哥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走。一恒，你居然如此歹毒，连皇城百姓的生死都不顾，像你这样的昏君，怎配登基为帝？大家放心。我们等一个人。等人？哪有时间给你等人啊？哼，一无畏，你不怕吗？他要是一破碎，朕就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陪葬。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爆炸吗？师父，果然被你料到了。这两个做贼心虚的家伙，一见到我什么都不顾，只想着要灭口。往哪儿走？走，老大，走。你说，镇心石在哪儿？快说！镇心石在一恒那里。一恒，文天哥哥，
我们要不要去皇宫？现在去皇宫找一恒不太可能，我们只能从神文镇下手。竟然是冰火交融阵，我明白了，这个神文阵就是冰火交融阵。问天哥哥早就想出了解决办法，这神文阵需要各种原料来绘成阵图，收集各种不稳定的星魂之力，这些力量虽然隐藏得很好，但只要懂得此阵法的人稍微费点功夫就能感应到它。老大，文天哥哥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冰火交融阵除了用来控制阵法的阵心外，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个阵眼。阵眼对，只要能够摧毁阵眼，就能切断阵心和阵法的联系，不攻自破。哇，老大厉害了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？时间紧迫，大家分头行动，一定要快。好，文天哥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天亮之前找到阵眼的。嗯，师父万事小心。嗯，走。摧毁阵眼，你手中的阵心就无法与大阵联系，更不要说用阵心来触发大阵的威力了。一恒，你居然想杀害皇城百姓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为人君。一墨，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而已，当年就是你们剿灭了秦家，现在你却在这儿扮猪吃老虎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叶家和暗夜族狼狈为奸？住口！死到临头信口雌黄，诬陷忠臣。这没有败，真是一谎，整个大义都是真的。朕要登基，朕要一恒，他目无王法，草菅人命，害死先帝，罪该万死。他死了。太子殿下，不，殿下，老臣知罪。念在老臣迷途知返，饶恕老臣吧，放我叶家一马吧。叶大人，你先前不是放我们进城吗？功劳可大了。不，老臣不敢鞠躬。但是你刚刚杀了摄政王。殿下，叶墨，你残害秦家忠良之臣，致使满门老小
被屠戮殆尽。仅是这条罪，我诛你十族都不够。殿下开恩呐！还有，你和暗夜族勾结已久，叶大人，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殿下，来人，在，把叶墨押去死牢。叶家军，叫秦将军管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开恩呐！殿下开恩呐！殿下，殿下开恩呐！殿下，殿下，叶家还有叶无缺、叶展，那两个人都是虎狼之辈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陷害秦家的人付出代价。我们发现了叛逃贼子易天骄，请问该如何处置？跟叶墨一样，押进大牢。是。安心的睡吧，我会杀了青文天给你报仇。等我救下了青城以后，我就回来接你。快快去救我姐姐！什么？圣君出关了吗？找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如今少主身陷险境，我们要不要赶紧禀报圣君？不知道是哪个不知道死活的东西，竟敢泄露少主守剑灵姬的身份。他丹王殿竟想利用少主进百剑城取妖剑，简直就是找死。哼，这老不死的欺杀我也。什么？恭迎圣君出关。消息从哪来的？是少主的灵兽前来送信。丹王老鬼，敢动倾城一根头发，我就踏平你丹王殿，拆了你这骷髅骨。姑娘就省点力气吧，不要再做些无谓的挣扎了。倾城，听老祖宗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你要早点回来哦，我会想你的。
牺牲了那么多人，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的诡计得逞。你有降服我的仙域血脉，却被一个凡人所牵绊，有意思，让我看看你的力量吧，拔剑者。倾城身在险境，我必须尽快降服妖剑。倾城，等我。我在你手，意在你心，让我们一起去猎天斩地吧。你闭嘴，你休想再伤害任何人的生命，一分一毫。天上的异象消散了，看来问天真的把太古妖剑拔出来了。问天果然做到了，可太古妖剑魔性极强，我怕问天驾驭不了它呀。莫商，要尽快找到问天。是，院长。天空异象消失了，莫非老大做到了？不知道问天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对了，晴儿呢？哦，他刚刚走了，应该是去找问天了。来人，在，给我去告晴，请问天的下落。是。无为，如今一恒已死，我们也该回九华门了。
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有什么消息，随时联系吧。嗯。师父。何事？孟倾城他。他服毒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这是中了七星月见草之毒，这七星月见草会损伤元气，断人心脉，最终使人心魂俱散。只是这草已是绝技，如今想要找到解药也是难上加难。我先去想个办法。靖宇，在老祖苏醒之前一定不能让他有事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发现秦问天的踪迹。秦问天拖着妖剑出现在滨海，即将到达望州境内。退下。是。问天去望州。殿下，问天直奔望州，定是有事要做。不行，他刚刚学会了九元府诀不久，和妖剑在一起。我要去望州找他。殿下万万不可，现在大战方休，您不能离开皇城，而且眼下问天情况不明，我建议还是先去九华门找任长老商量一下。我这就去九华门。遵命。
我怎么觉得这条路跟刚才的那条是一样的？圣君，我们好像陷入迷阵了。素文丹王殿的迷阵非常玄妙。银狼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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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见，若能救得倾城，我便会报答于你。丹王老鬼，滚出来！帝溪竟然找来了。师尊，我们怎么办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重新凝聚星魂，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。是，师尊。我女儿在哪儿？想见她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如果倾城有事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帝溪还有个女儿。你以为那个老东西能救你离开这里？倾城，
不可能战胜我。因为你有软肋，而我没有。卑鄙的老东西，你不配活在这世上。但你要是想杀我，只怕是得让你女儿给我陪葬。救他没那么容易。谢谢。